那个是光和菌，一桶，用叶果仁，啊，加上味素，还有那个这样子，然后变成光和菌。这一桶可以稀释，只要继续放那个味素给他们当饲料，继续晒。然后可以分成很多桶，然后可以当水族用的，也可以当那个种菜用的，或者植物用的，这个等于是他们的肥料，那可以分很多桶，啊，这个是刚做。它去晒，也火了，然后它变粉红色，然后之后就慢慢的，第一桶出来比较久，然后晒成功了之后就不会，这做实验，这只有椰子汁，用椰子汁进去而已，然后加上味素，这个就不成功，但要很久，这太阳要有阳光。直接烧都是，全部都是，这个已经很久了。这个、当初一个朋友陈大姐给我一小桶，然后就分成三桶，现在已经变成十几二十桶，那个一直复制下去，但一段时间一定要喂那个味精，味精就是它的饲料，那它是一个厌氧菌，所以这个。盖子一定要盖紧，盖紧它才，然后继续晒太阳，这样子，这样，那是1桶，又稀释成8、9桶，颜色就比较淡一点，它这边阳光比较不足，是。这个稀释，这要记得要稀释，用水稀释完才拿去种花，不然的话太肥了。那这个就可以光合菌、烟菌，效果不错，但是它有点尿骚味，那就是因为有放尿素，这样子。还有味精、尿素，还有一个。